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又发现它下了饮水，在这个地方活动了半个小时。于是昨天下午我们就带了两台相机，在这个地方蹲守。运气非常好，6点钟它就出现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拍摄了很多视频，大概有20多分钟吧。这两年我们看到大熊猫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这说明我们这个地方保护的越来越好了，大熊猫的数量增加了。